我是文景假期产品部经理 Ralph，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文景假期东欧巴尔干的金牌团。那我们这个团是5月28日出发，12天10晚，会大家完整的领略巴尔干风情。我们会去到罗马尼亚、斯洛文尼亚、克罗地亚，还有波黑，包括塞尔维亚，当然也包括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。那我们这一圈我们会去到各种各样的中世纪的古堡建筑，还有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。我们还去到香料市场这一些。那这个中世纪的风格呢，是东欧和西欧这个文化冲突。那我们会有非常的多的详细的行程，带大家去领略当地的人文。还有我们会去到一个16湖国家公园，那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入的保护景点之一。那我们会有带大家同时还有多瑙河的游船，我们会在布达佩斯，我们有3个小时的游船带大家领略多瑙河的日落，还有看华灯初上的布达佩斯。2499一位，我们包三餐，包景点门票，包小费，所有的行程全都住我们豪华4星酒店，包括希尔顿、普尔曼还有康奈尔酒店。所以在当地我们是吃好喝好，然后带大家完整的去体验巴尔干的一个人文风情，还有东欧和一个深厚的人文历史。想要参加我们文景东欧巴尔干金牌团的朋友，抓紧时间报名。我们的报名电话6265769688，6265769688，欢迎报名。